美国新泽西州急难救助组织会员大会在慈济新泽西会所进行例行性会议，相互交流。Once we know of all our capabilities and how we can share, it's all to the benefit of helping those people that were affected by different disasters. So it's a great thing. So. 各个 NGO 的不少赈灾理念和模式不谋而合。那我们在国外赈灾的时候也是希望，就是说如果能够当地有，我们在当地采买，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帮助更多需要的人。那这是今天他们有提到的，是跟我们很相似的。驰援的初衷未改，但从赈灾经验中去无存精，让人力和各项资源发挥最大值。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游心怡、王万康美国报道。